石总，石总，欢迎你，这些杂志封面都还可以哈、啊。行行行，整活。现在想到四个字儿：衣锦还乡。荣归故里了，现在。我们得跟这个易拉宝合个影吧，至少得来合个影吧。来吧。好，我们一拥而上，我们一拥而上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。来，三二一。OK， 好，来，石总，快里面请，里面请，行行行，石总，石总，里边请，别沉，别沉，别沉，哎呀，到你以前打拼过的地方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这边不要拍，哎呀，哎呀，就是，哎呀，这块我们这边有点，对，我俩还不错，哎呀，我俩，这个。最近几年都还好哈，你赶紧到你打听过的地方看一下，看看我这个白手起家的地方，确实确实白手起家的地方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好啊！父老，恭迎石总衣锦还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在《以爱为营》中饰演名誉云创 CEO 石燕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涌泉乡报的记者李涌泉。涌泉乡报啊，我们涌泉乡派我来想问一下这个王鹤棣老师。王鹤棣老师，你温柔点啊。有网友说你的非常温柔。有网友说你的 MBTI 人格是 EEEE， 请问你对此如何看待？同时，您认为实验是什么人格呢？爱。我自己其实也分了场合，就像今天这种回来都熟人，都是知根知底的好朋友的时候，那就是 E 的 N 次方，就是可以无限 E， 但平时的话其实也还好了。至于那个实验的话，其实它有点模糊，但是我给它的定位还是一个 E， 因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在大场面上不怯场，然后能够出去和人社交，然后和人谈判这些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挺这个社牛和这个打引号的社牛吧，就是他拿那个状态还是拿得很足的，所以我觉得实验他还是算一个艺人啊，就一个话少的艺人，啊，内心很丰富的艺人，对，好，诊断没有什么延展的必要，整个回答没有问题，要不是写着我都不问，好敷衍，你们好敷衍啊，好敷衍。好，那我们弟弟问一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老师好啊，我是时代丁俊丁社的丁呱呱啊。哦，丁呱呱，太长了，丁呱呱，自己现形的。Okay， 然后呢，我要提问王鹤棣先生啊，王鹤棣先生啊，你认为实验和你之间有什么共同点？如果可以从实验身上拿走一样东西，你想拿走什么呢？钱。你这也太直白了。共同点，帅气，帅，啊，太懂。哦，聊点内在的呢？对，内在的，就是内核一点，就是想要实验的。其实他的这个钱啊，是他自己这个努力，有一身反骨，靠自己的努力去创业获得的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成绩。所以就是实验的这种敢打敢拼、独立自主的这种，优良品德，是我比较想拿走的。精神这种可以，还行吧，毕竟巨轩，哎呀，还行，还可以。土味情话，那是不是要找一个对象呢？可以啊，实验呗，就实验啊。好的，还行啊。那你能猜到我要说哪一段吗？三二一，一起说吧。三二一，一说这边。你确定我们能这么有默契吗？我想想啊，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。你现在脑子里面想的是几句话？四句话。差不多。是吗？啊。那三二一，一起。什么什么的。一备齐。等一下，起头那是。起什么？就一备齐，这最几个调吗？来呀，三二一，莫文蔚，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雨天，啊，你来吧，重新再来一下，那一备齐，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周杰伦的晴天，都不如你和我聊天。
行，好垮呀，好垮、哎、但是我确实想的是这句，那善良都留给了两位，然后都行，明白了，恶意都给你明白了，恶意都留给我们俩，我们已经明白了。面对疾风吧，面对疾风吧，面对疾风吧。请问一下好六团的各位，嗯，在王鹤棣不在的期间，你们过得开心吗？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呀、啊、好棒棒，好开心呀、啊、进来说实话我一开始就录得很好、这个、录得很好、嗯、行，可以可以好好好、哎、你多久没回来了？忘了、啊、根本不记得我有多久啊？小半年。你自己都不记得？小半年吧，小半年了啊。多久啊导演？有四个月啊，四个月没回来，小半年，这么久了。对，没觉得，其实我们真没觉得，因为好开心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好开心，是经常聊天什么的。开始，我们第一个小游戏呢叫做嘴皮子溜不溜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游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个字嘛，牛郎刘娘，就这四个 字，要落重音。好，谁先来？谁先来？我先来，我先来。牛郎，挺好，挺好。我先来。牛郎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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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指向谁啊？他指向我们的人。牛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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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啊！来啥都来两遍了。我都说三遍了。你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牛郎刘娘。不对，是重音不对。对啊，你没有重音啊。牛郎刘娘。你要落重音，怎么回事？喝水。喝。好六团率先失去一分。牛郎刘娘，牛郎刘娘，还得这样。牛郎刘娘，刘娘，牛郎刘娘，刘娘，刘刘刘。干啥都指我呀，你别指我，你指指他们呀。牛郎刘娘，牛郎刘娘，我是第四个，我是第四个，你是第一个。他很开心自己说对了。你起啊，我起是吧？他起，完蛋了。他起，完蛋了。就要你起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就要你起，就要你起。牛郎，刘娘，刘娘，刘娘。牛郎刘娘，牛郎刘娘，牛郎刘娘。弟弟刚刚错了，不是不是，我那个是情绪激动了，那个不是重音，那个是我的情绪。刘娘，牛郎。刘娘，咋了？有问题吗？你第一个字说的就是刘，刘，刘郎，刘娘。喝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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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吧。二十杯啊！来一把，换个平翘舌的。对方要求加赛一轮，加赛一把。这有两个东北人，可以。来哪个？四十，换个平翘舌的。十四四十怎么样？对，可以。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。哎，行，就玩快点。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。你说了什么玩意儿？十四四十，把你那舌头打开。十四四十。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，哎，四十四十，哎，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，四十，十四四十，别指我，十十十。差不多行了。哎哎呀呀！我感觉弟弟像那个指挥家，你知道吗？十四四十，十四四十，十四
四十。啊啊！就是你拿球呗，然后呢？别投啊，抛，抛起来，然后你们两个。啊对，然后把它过掉，然后投进去就赢了。怎么玩？抛起来转一圈接住就行。啊对对对，一分钟之内，就我们俩都得转一圈，然后都得转一圈，然后把这个球接住，用拥抱的方式接住球，用拥抱的方式，拥抱的方式，对对对，就得这样这样这样，对对对，把这个球护住，不能用手抓住这个球，有点难。这样我们给你们打个样啊，看好了哦。行，咱俩旁边练一练。我觉得作为裁判要公正性，严格一点，我们必须要严格，严格严格严格，不能像刚才那样。对，刚刚那样太过分了。你们说吧，他们多少个？五个，五个，六个吧，好像，六个吧，好像。对，等会儿怎么又六个了呢，弟弟？到底几个？来，我们问导演组，刚才我们具体成功了几个？几个？具体一个也没成功。一个没成功。行，我们要赢了三个，你们还是比较公正的。行，我们要赢了三个，你们就把那梭哈了，是吧？行，啊，来，你看我要让你中一个的，你看，你别闹，别啊！来，一二三，走。Yes。快，二三。哎呀，难呀，有难度，有难度。好晕，好晕。一二，成功。哎呦！标标准准，巨标准，真的巨标准。准准，刚刚那个好标准，标准到我们都。哇，你们两个这个姿势都已经想好了，来。哇，你们两个这个姿势都已经想好了，来。来来来，不是，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差一点就不算，啊，这都不算，弹走了，啊，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好迷糊，他们俩要吐了，一二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！不是，我想丢给弟弟的。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好晕。等一下，我想问，是秦小姐扔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来，一二三。哎呀，差点，差点。哎呀，差点，差点。我们都看到，这都不能算。出去了，要夹住。手吧，走。啊！哇，成功！几个了？两个。快快快！再来一个。四。准备赢了。抱得太紧了。是心的我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消失就想要逃跑。再来一个。我比你就好像灰心一地，就站在山庄，在这么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粉色的景色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等会儿一二三
行了，别这么着了，虽败犹荣吧，虽败犹荣。擦擦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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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飞了，发卡都玩掉了。擦擦汗，擦擦汗。这俩男的玩肯定就好玩一些，玩不撞不撞撞不上。你俩男的一样，你俩试一下呗。这身高匹配就好。你俩试一下，来，预备走。你想想，你想想，两个男的是不是好弄？王鹤棣偷偷摸摸的在攻击一杰。很容易输的，咱俩还容易一起下去。第二吧，第二吧。你怎么会薅到他呢？你这不会对抗一下吗？来来来，来准备，这两个人攻他一个。我弟弟，过过过过过，打打打，男的加油！我我我我，有来有回。同归于尽，直接同归于尽。好嘞，好嘞。刚刚那个弟弟像那个职业拳手一样那种，呼呼呼，砰砰砰。哈哈哈！骨子里面那种宿敌感。咱俩来一个。来。不是对手，我跟你说。石总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总裁四件套，也是由我们这个老地方来提供的。哇，十年会员哇！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哇，但是工作这么久，这么久都没有，一个月都没有。哇呀！好哇！真的是哇！哇呀，这俩哇！我要送给他们吗？还是对，就是刚才你们获胜了嘛，就是红队获胜了。哦，哇，钻戒！哇，真大耶！不好意思哦。哇，哎，哎，这是红队的。是红队的啊！哎，红队赢了。红队关系啊？对，我说给你看这个总裁四件套是由老地方提供的，是这个意思。石总给颁发一下。对，石总给颁发一下，然后里面的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，好面前的嘚瑟。等会儿真给十年会员啊！真给，真的，就不给就行，好，好，行行行，十年会员，好好好，都是由老地方这个便利店来提供的。行，我们做牛做马，就是一个月都没有。行行行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会员，会员，五年，五年，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每个月都扣。我要二十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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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终身也行，有终身会员吗？真有吗？肯定有终身会员，给我一个呀！妈，以爱为营要播了，我要看。杀青了，对啊，杀青了，杀青了，杀青了，以爱为营杀青了。最后一起拍个合影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祝以爱为营大卖！希望大家看完《以爱为营》过后，可以知道就是彼此相爱，互相是可以给到对方力量，让彼此共同发光、共同进步的。谢谢大家，多多支持《以爱为营》。
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今天的演出实在是太溜了。欢迎各位来到好六间，欢迎弟弟回家，耶！哎，这个切哥，给我来一首主题曲。各位父老乡亲回来了。那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以爱为营的剧组朋友们，欢迎各位。那我来补一个吧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在以爱为营中饰演名誉云创 CEO 实验。哎，这边四位怎么不说话呀？干嘛呢？不是在你们聚宣吗？对。哎，没想到再回来已经是嘉宾了啊！真的是，哎呀，哎，我们今天那个石总回来的时候，还专门给他拍了一个欢迎仪式，他自己送了自己四个字：衣锦还乡。嗯，挺好。可以拿走所有好的游戏币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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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那个？不，谁那个？认识一下。这一会儿想起亲哥哥了，哥哥，这一会儿有哥哥来了。刚刚是什么态度对我们的呀？ Oh no！ 也就是说，弟弟和白鹿将在游戏的一开始失去所有的起始游戏币。那是多少呢？多少呀？多少啊？十个。其实还好，还好，就十个，就十个。没事儿，哥们儿，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白手起家。哥们儿，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白手起家。但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卖花的这小孩吧，是有点多了，是有点多，你不简单啊！这一上来要这么看我的女朋友啊，我反手问你瞅啥？真的。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，是我们的王鹤棣和白鹿。哎呀。有卖花的吗？没有。我们有新的戏了。对，先去挑。你待会有你们的情景，你们先去挑，我来跟你们讲。需要什么？真的假的？真的能用到这个吗？你自己挑吧，有点惊喜。对，你甭管了。有点惊喜。你能身上能装？可以。这么复杂吗？这个？弟弟把桌上有的东西全拿了。老秦，来帮我搭个戏。啊？帮我搭个戏。我们情境是……对啊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境，你就先把他拉进去了。没事儿，但是我觉得用得上。用得上。好，这样啊，这个情境是这样的啊，你们俩周年纪念日。但是呢你忙你给忘了后来你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郑书意已经在那等了你很久了所以他就非常的不高兴。明白。就你迟到了，所以你一出现他就跟你说了五个字。好，我们分手吧。天哪，就看你怎么挽回好不好。哎，但说实话，剧里面实验从来没有迟到过。确实是，确实是这是对，为了这个限定版，行吧？对对对 ，OK， 可以，明白明白。那还用它吗？用。你要干嘛呢？你要就演一个我的小弟，日理万机一下子，日理万机一下子啊！你就上来给我递个文件，然后我给你批一下文件，你就走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个角色真的有必要出现吗？对，然后迪哥再来一个角色吧。对，迪哥来个角色。对对对，我就跟他说他一个人肯定不够。你这么忙的，你来个我们公司的财务，然后呢，你就过来找我报销。报销对。啊，我就给你刷个卡。业务好，财务过来报销。啊，日理万机嘛，得安排多点活。工作、来，先顺序啊，你先吧，老秦先，老秦先，老秦好，行，老秦先好。来吧，今天是你们的周年纪念日，
但是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总裁，你忙忘了，这个时候你还在公司里面处理业务。哎，哎，老板，这个业文件你要签一下，拿反了，老板，拿反了，老板。可以，别在这里。哎，加油！那我忙去了。加油，石总，石总，这个月的账需要报一报了。你吃的这些麻辣烫什么的，我都给你处理好了。来，来，要签个字。哇哇哇哇！七彩卡。哇哇哇！石总，好的，这四张都刷爆了，就这张可以用。石总，那个楼下大妈说你挪一下车一会儿。石总，这张也爆了，这张也爆。行，这张也爆。救我！行，石总，看你找。这不是一段分手的戏吗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到底？哎呀！我跟你说，你男朋友真的不是忘了迟到的，是他的公司员工太粘人了，真的吗？看得出来，太粘人了。看见了吗？真的吗？太粘人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来，往下走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你的司机小吴来提醒你说你有约会啊。哎，石总，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行程，就是你女朋友等了很久了。这是什么小天才？赶紧去吧，赶紧去吧，石总。终于到正片了。确实忙，别生气。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？一天一夜。我好冷死了。是，我的问题，确实是太忙了。我们分手吧。这时你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是时候换个新身份了，史太太。是时候换个新身份了，史太太。136，最高的时候136。我觉得刚才白鹿是不是有吓了一跳？我没看见他拿这个，主要是这什么时候弄的呀？哎，这个真的很像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钻戒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哇啊！厉害！你本来准备给谁准备的？差不多得了，还 size？ 哎，哎呀，大哥，哎呀，好纠结呀，大哥。弟弟，哎呀，弟弟，好纠结呀！这样吧，我们俩给你们个机会吧。好难选呀！就一人为你们刚刚做出的行为来一句补救。哎，你咋就来了？
血清心跳上去了，气死我了！还补救，补救不到一点儿。经过我们同意了吗？那一刻是帅的，好帅，直接给了哈。行，不能让你白装，行吗？就他了。行，可以，那就行。哎，不让你白装。选择拿走的是我们老许黄花店的十个好六游戏币。好的。坐直了，王和弟。坐直了，王和弟。我怕打不到你的头。不是，白露，你待会儿这样缩一下啊。对，摁一个，感受一下。录不了了，录不了了，录不了了，录不了了。哎，来一个吧。哎，来一个吧。来。来。来，第二组来。我会唱。你会唱？啊。我也会唱。我不知道名儿，你不知道名儿，哎，你说，你先唱，我再说名儿。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。我想爱你，再想想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，是答案。你倒是说名儿啊，我要忘词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继续抢答。啥来着？不是，你之后按之前你叫人迪哥，哎，啪！你别告诉他呀，迪哥，你后面有人。好，来第二组，第二组不是模仿杨树，爱人错过告五人，告五人，来对。来，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可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回答正确。路过没遇过，其他人做好准备，往前看，往前看，对，一个，哎。来第二组，哇，太，这群人太快了。麒麟早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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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麒麟早安。对对，唱两句。我要带着我的兄弟，我的旗帜，在向你拼命摆造型。我要比你听到过的、看到过的所有华丽舞台交代一切还要顶。我要比你听到过的、看到过的所有华丽舞台交代一切还要顶。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人都轰动，我要化作你的仙女火烧云，从武当走到南少林，都就像麒麟。中间吃字吃的太厉害了，那个也是原来的词儿就有的是吧？咱就说这确实不对。对啊，对不住了，你的舞台、确实不对，我们四公舞台就是这个。厉害厉害厉害，但是分得是我们的。这分给这边是吧？啊 ，OK OK OK OK， 那好。这两人已经你俩干啥呢？你俩能不能认点真？你俩很认真的在接受惩罚，我们俩都准备好。行，我也没开小差呢，啥也不会。我俩虎虎生威，我会唱喜羊羊与灰太狼是虎虎生威。好，来后面什么菜，来你先。喜羊羊与灰太狼回答错误。虎虎生威就比唱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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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歌手是对的，歌名不对，歌名不对。来继续抢答，三二一。鸦雀无声。再猜吧，再猜一个歌名，歌名。这个片子是喜羊羊什么？喜羊羊呢？虎虎生威喜羊羊。不是虎虎生威喜羊羊。在
家喜羊羊，我都读出来了，唇语。大家喜羊羊。不对，还少两个字，还少两个字。大家一起喜羊羊。可以答正确。周笔畅。然后呢？唱。大白菜、鸡毛菜、通心菜、油麦菜、绿的菜、白的菜，什么菜炒什么菜，喜羊羊。回答正确。哎呀呀，沸羊羊。就要他们算了算了，就你们接你们吧。好，可以。还真被他装到了，你看看，他说他白手起家，真做到了，是不是？我不在这四个月，你们没什么进步啊。我不在这四个月，你们没什么进步啊。这个拆不下来，把这个拆下来打了一下，这个东西拆不下来。那个导演组，一会儿拿一个机器到后台，让你们看一下我们暴打王鹤棣。番外篇儿，好好好，回去我外面人多，哥给你跪下。我们有练了很久手的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对不对？那就看这四个月到底王鹤棣手生没生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不要规定一下？什么？一个字。好，我们连通一下，来准备啊。请问白鹿觉得石燕在剧中最帅气的动作是？三二一，扶眼镜。看看，很遗憾没有能够那么默契啊。哎，怎么没打到我呢？因为他刚才很帅气的帮你挡了一下啊。我以为他看着我的眼镜在说啊，对吧？我以为你 get 到了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不是，我们刚才说的规定一个字，我在想一个字是。一个字什么呢？略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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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略，只有这个字了。实验在总裁办公室，略略略略略。你印象深的，如果不是一个字的话，是扶眼镜吗？还是实验最帅的吗？啊，每分每秒都帅啊！哎呦，不是不是，真的，你们看戏就是他没有不帅的时候啊。对了吗？对了吗？我先听听看答案能不能没对没对能不能用？真没对吗？真没对，真没对，真没对吗？真没对，真没对啊！真没对，要敢说 Ken 哥，我跟你说，好吧？请问白鹿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三二一，没。你说的是谁？他说没没。啊啊啊！这送分题是谁呀？送分题呀！你好歹说个 Ken 哥都行啊！真的，标准答案给你都不要 Ken 哥。我的问题，我的来惩罚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来。哦，我说你了，你不给我挡了。没有问题。对，咱挨一下，挡一下。对对，多少得参与一下，都要参与一下，是吧？说个王鹤棣还能打个歌。哎呀！好，来准备，来准备，来。听不出来，真的。开始。好，三个字，来。这就过了，这题很容易，这就过了哈。三个字来，转，放风筝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，两个字啊。好棒啊！两个啊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演得好。你再看他在干嘛？篮球，投篮。还有一个更帅的投篮叫什么？扣篮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
您这边请。很接近，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在您这边请，前面的四个字。欢迎光临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四个字，来。跳天鹅舞。四个字。跳芭蕾舞。天鹅舞是对的，天鹅是对的，这个舞叫什么？芭。芭蕾哑巴，哑巴，芭蕾舞，天鹅，你是小天鹅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几个四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再来一遍。跳水。跳水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两个字。游泳，划水，划是对的。划船，滑板，接近。滑轮，滑冲浪。划是对的。划是对的，划水啊，划船。不是水，还有什么可划什么？还有可能划什么？还有个东西。滑冰还有可能滑什么？滑。还有个东西你不滑吗？滑。游泳。滑雪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急啊！我确实不滑这个，我确实不滑这个。三个字。打台球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哇，好厉害。刷牙，三个字。好，扯领带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四个字。心，心，相，惜。心心相印。对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厉害。四个字，月光探戈，月光探戈，不对，月光探戈不是月光探戈，错了，这首歌不叫月光探戈，海边探戈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，这月底 ，OK， 月光下跳舞，海边探戈，对，八个字啊，完了四个字，对不起，何老师，怎么回事？何老师，你想说出来四个字，四个字。透题被我们发现了啊！一二三，二八，对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八，四，三，八块腹肌。回答正确，时间到，没题了，全部答完了。来了，朋友们，听说啊，有人期待这个游戏，期待了两个月了啊。是，你不用白录，你要干嘛呀？看着秦霄岩跟看着猎物一样。咱们快开始吧，白鹿现在拿着杯子快捏碎了都要。干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到餐厅菜一直不上。This is my house.你别这样，我一会儿手速慢了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换一换就行，没事。规则还用说吗？不用说了。我好紧张，我四个月没玩，好紧张。先来石头剪刀布，来石头剪刀布。好，现在老秦先攻，决胜局开始。哇，来了，来啊！来，三二一，看见没？三人看见没？三二一，看见没？三人看见没？三人看见没？快呀！好倒啊！没事。挡也挡得好，泼也泼得好。哇，双方都很厉害啊！没办法，你面对的确实是职业队的水准。可以呀、啊，
真的可以、啊。刚刚空气都凝固了，太紧张了。这一瞬间真的，哎，白鹿可以呀、啊，真的可以，还是老轻功。现在弟弟这边，哎，这位朋友，你未免也太享受了吧？他真的整个人肾上腺素分泌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放松，只是游戏。怎么这个游戏现在到这种地步了？现在老秦继续进攻，场上比分1-0，王鹤棣、白鹿领先。好，来，老秦先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面对的职业队的水准。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哇！没挡住啊！还行，还可以，没事，没事。四个月也练了，不错。白鹿练的都是坡，对。人家也是第一次挡，确实，对，还是敏锐的挡起来了。白鹿确实面对的是职业，就是我来了啊。我伸手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拿盆就行，啊，不用拿水。现在场上比分1-1，王鹤棣进攻。三二一，看。哇！三二一，看。哇！哇！我伸手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拿盆就行，啊，不用拿水。哎，两边有来有回哦，真的不是，你看到没有？刚才白鹿泼出来以后，我以前只看到丁程鑫泼出来那种水箭，对对对，哇，水弹的那种，啪一下打在脸上，哇！现在二比一，老秦攻，现在老秦进攻，来，嚯，好紧张，两边都好紧张，揣测一下他的心理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哇！你们玩的太好了，基本都没有来回。对，你泼我一杯，我泼你一杯。对。换一换吗？换一换吗？换一把。那个众所周知，这个游戏我强是强在泼水。没事啊，是没事，是没事，没事，行。哎，白鹿有一种，嘿，轮到我上桌了，嘿。二比二平，现在白鹿进攻。我先来。老秦啊，心态放平和啊，放平和啊。先拿条毛巾在旁边背着。我现在王鹤棣坐这，我还怕。所以你得赢啊，你得赢啊，对，你得赢，必须得赢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换吧，四个人的心态都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就是你俩的恩怨自己解决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好，来准备。现在白鹿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哇！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哇！但是水全到雪琴脸上去了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这么快的吗？这么快的吗？好快啊！我的天哪！练了，有点进步。弟弟，你就说这四个月怎么样吧？确实有进步啊！啊，你，不是，好，现在白鹿追回了一分，3-2，现在老秦攻，老秦进攻，我先来啊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一看这边，啊，面对疾风吧，哦呦，你把盾上的水全挥到脸上去了。你干啥呀？完了，那欠呢？怎么那么欠呢？三比三平，三比三平。玩水我放不了你。对。
现在白鹿进攻。三二一，开始变。哎呦！三二一，开始变。哎呦！别害怕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紧张了，技术变强。三比三，三比三。好，来，好，先进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你看这边。啊，你看这边，干啥呢？这不动，哎，干啥呢？扣0.5分，来继续。三二一，开，三二一，开。哎，哎，白鹿继续警告，我先转的，你都能指错了？你哪儿转了呀？我往左边转，你往下折。你们俩还说我？这里面除了有泼水还有放水啊，对，还有放水，我先转的。老秦进攻，老秦进攻，大老秦了啊，来，气死我了。现在场的比分3-3，老秦进攻，老秦进攻。这是你好星期六，这是你好星期六。来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白鹿进攻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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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哇！漂亮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哇！太猛了，这水。别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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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！还有，还有一分，还有一分。我感觉我刚刚洗了个耳。咱就是说，这一泼泼我们一身。真的是，真的是。我有说，星期六的舞台上从来不缺我泼老秦的素材。现在4-3啊，四比三。好。到了关键局的时候，王鹤棣换大杯。啊！默默的雪琴拿上了盾牌。我还给他拿了个大杯，结果他拿了盾牌。好，没事，4-3，现在王鹤棣、白鹿拿到赛点。老秦进攻，老秦进攻，来，加油，拉回来啊，拉回来，有机会啊，来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幼稚啊，他，很烦人。现在。真正的赛点4-4，绝杀局，绝杀局，绝杀局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现在是白鹿进攻，来，好，来准备决胜局，我的杯，哎，你的杯子都在颤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给他拿个钢杯吧，这胶杯也能捏碎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好坏啊，老师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白鹿进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来，到老秦这边，老秦进攻。该我了吧？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快走开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走开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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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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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再破一个，啊，再破一个，不快闪开，一互破，一二三，哈哈，哦。这游戏是这么玩的，这个游戏每次玩的都不一样，太精彩了。咱这个高质量，对吧？高质量。好，来准备，
音乐起。他自转不是公转。郝云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谁变的动作这么晕？没必要了。差不多了啊，要晕了啊！我现在不看，我到抓到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一轮的大家要争夺的大额券，时间不多了，要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爷们要战斗。十一秒钟，抓紧时间。弟弟快跑，弟弟快跑，快快快快快！还没有被抢到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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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间就快要到了，好。Oh no！ 抢到了！恭喜恭喜我们的黄队！啥时候没了呀？他走这里了。没事了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因为你动作太大了，所以把它挤出来了。等会儿好晕。对，好晕。好，来吧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来，来，迪哥，迪哥来。来，有请。迪哥先答，请听题啊。白鹿不能提醒哈，来来，请问下列选项哪个不是假睫毛的款式 ？A 太阳花 ，B 小扇子 ，C 小漫画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回头看到雪琴的脸。来，黄队先答，来，请回答 A 还是 B 还是 C？ 小扇子 B。确定吗？小扇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女生的那个假睫毛本身就有点像扇子，它最像真的答案，我就选它不是。好，对吗 ？B 是假睫毛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有可能。回答：小扇子不是假睫毛的款式。回答：正确，正确。Oh no！ 哇，真的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我都不知道。何老师，哎，在这儿呢，差点没走。你一会儿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帮我抽一个黄色的。我懂，我尽量，我尽量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你会答 B 吗？啊，你会答哪个？我以为小漫画。你看，你小漫画肯定就是我刚推理的嘛，因为小扇子像。小扇子像，它越像什么越可能是假的。有道理。弟弟，你给我们出个动作。音乐是三二一看，好不好？三二一。音乐起。OK， 用哪个动作？这个吧。哦，这个，请注意哦，要从下往上。要从下往上哦。来喽。好，我不看啊，我不看啊。何老师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帮我抽一个黄色的，抽一个黄色的，红色，红色。我没看，我没看，黄色，黄色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黄色。何老师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帮我抽一个黄色的。Oh no！ 黄队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最终把黄色砖块放在这上面的是，最终把黄色砖块放在这上面的是，放在这上面的是，金孝贤，绿队。我不要几个人，我上面有几个人。
4到5个。往河堤上去太快了。现在最精彩的是弟弟在保护你的时候根本没有来得及挨鞭，弟弟被撞飞了。往河堤上去太快了。我万万没想到螳螂捕蝉，是不是黄雀在后。你已经拿到了，其实我快拿到了，然后就有一双无形的手抓一下给我夺走了。你们三个刚刚像一个汉堡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太精彩了，就被夹在中间。太精彩了。你看啊，你们得扣下面吗？等我等我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快抢到了快抢到了，只有11秒啊，只有11秒，我们就要换品类了，来吧。好，现在锁定了黄。我没看我没看这一轮的进攻方式。蓝队水果类，蓝队水果类，蓝队水果类。好，弟弟锁定了目标，黄队。好，弟弟锁定了目标，黄队。真吓人，好吓人，真的好吓人。从这里直接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叭一下就摘掉了。恭喜明玉云创公司获得了我们豪六街的金字招牌，谢谢。哎，没想到金字招牌真的是金字招牌，白手起家的弟弟，哇，真的你白手起家耶！来拍个照，你白手起家，握手握手握握手。来举高一点，来看镜头，来这边。那个石总，你们作为今天的这个金字招牌，对，尤其又是白手起家，我们在此刻启动一个隐形机制，叫做等一下，就是你们在这三家当中可以救一家，只有剩下两家要接受惩罚。石总，石太太。我们俩的运气都为你俩而生，哎呦，你们以爱为营，我就听要些绿去。哎呦，以爱为营，收拾长虹。以爱为营，收拾长虹。再一次呢，在这里要祝我们的以爱为营，收拾长虹，请大家多多支持电视剧《以爱为营》，也欢迎大家常来我们的好六街。谢谢。